殿下。成了，你该谢我。他若不是阿兰惹，为何竟做了和当初一样的选择？他若是，为何今日竟然会受如此严重的伤？还有西泽大人，他何时也会来凑这种热闹了？他怎么了？此事是你让他上去的。这是阿兰惹的选择，但不该是小白的选择。都是你告诉他的。我先带他走。本尊的力量在你体内封存了太久，现在本尊要取回来。东华，这次休想再阻止我。区区画像也敢口出狂言，少废话。少这个骗子，这一点伤差点要了我大半条命。
这个人额间竟然有朵凤羽花。怎么回事？